公路。哦，我已经好久没骑，我刚开始骑车的时候骑过，那时候就是什么女郎约骑啊，然后很多个妹子。哦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来那个朝圣一下。你确定不是拍狼约骑？哎，怎么会是女郎呢？女郎怎么会骑到那边去的？这个路不休闲吗？可是我记得这条路很漂亮，很漂亮啊，对啊，很漂亮。其实我最主要的目的哈，是他们说最后一站可以吃冰。旁边有排骨店，我可以去旁边吃排骨饭。哎、欸，那不错哦、喔，以后我们就要找这种旁边可以有便当店。对对对，不然大家都说我虐待你。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对 对, 對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前往罗马公路。好，走走。刚刚这条还蛮长的耶。这条啊？对啊。这条是那个石门大郡。那不是跳水沟吗？不是啦，我勒毛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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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光哥，我觉得你这样不行，你太不会聊天了。贴近一点拍。拍我的长睫毛。哎、欸，罗马公路从哪里出来的？罗马公路啊，从罗浮。离那边还有多远？我们离罗浮吗？还有十二到十三公里。Live across the park from me in a place as steep as a tiptoe view of the sea。现在石门没水，没水了，赶快多留一点冰。哎，没有没供，没有没供。So I found a room in a leafy street with a stranger and a traveler who both welcomed me。他们这群人不可取，难怪没有女生。都跑光了哈。不然这团不愁没有女车友。那也是惯了。对呀、啊。Just can't love, I can't bear the thought of seeing you with someone new. Oh, I swear. 桃桃，季节还没到，下个月来应该就有了。五月桃，可以骑上来喝，可以拿冰沙，很好喝哦。太累，怪我吗？而且骑脚踏车上来，老板可以免费续杯一杯哦。还有多远啊？还有两公里，就到脚板山了。你说风，我家也有。我家也有。大家家，大家家里都有。心里都有一座山。枕头山。看到什么了？大冰山了。欢迎来到梦新区。它是什么东西、啊？它叫做石龙子。它是石龙子，头很像那个杏仁果。饿了吗？嘿，在干什么？你要打电话回家是不是？帮我打一下。喂，阿布。虾米郎，水虾米郎。最近也好喝。这是他哥。最近也好喝的哥。对。
住。没事，手自己卡住了。现在是骑车跟扛车，是不是？ Choice we have to make and the risk to take, but the juice is worth the squeeze. Oh, oh, ooh, oh, oh, oh.台七是北横，对。然后现在我们现在指那个方向就是118罗马公路，从这一头到出口全长 35.5 接近36公里，但是它的坡形，它出去就到关西去了。那我们是，我们从关西那边出去才能到龙潭，才吃得到冰，所以就是说大概要再骑45到46公里左右可以吃到冰，那中间杂货店也有一压冰可以吃，冰棒可以先暂时缓解一下。对，没有，我要跟他拼的。好哦，这个路蛮陡的耶，前段，然后这段过了之后就开始上下上下。好，爬坡到这边，暂缓一段哦。来啦！啊！救命！开始进入丘陵，开始要上上下下了。上下下还好，下的时候还可以回血一下。哦。No need to worry.I'll always pick you up. We're in no hurry. I got you, buttercup.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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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现在还有多少？算数，算数，好，很好。美腿，美腿，双腿。村落，罗马公路上很多很多的部落啊，就算你没有在那个市区的便利商店把东西补足，你也不用担心上来会没东西吃。对，都有杂货店。这个坡爬完就到坡顶，哎，还其实还没到坡顶，就是说最陡的这一段就结束了。很怕被我骂。我是一个诚实可靠的车友，除非有时候误报，我其实不是谎报，有时候是误报。要搞要搞，过三百，坡顶啊。就是罗马公路的路行啊，只是它在海边而已啊。你那不是可以听的环境音吗？
快没见人，快没见人，对。开的太认真了，好啊、哦。第一次骑罗马，先歪歪。到最后那个关系坡是压倒我最后一根稻草，没有真的好累，累累累歪。好吧，大家有机会可以来骑罗马。很漂亮的一条路线，对，而且现在是那个油桐花，对，所以欢迎大家来骑罗马公路，如果喜欢我的片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分享，谢谢，拜拜。